黑妹追一下吧。不太想追，但是还是要追。啊，上车的话就亏了，反正别让他上车就好了。还是让他上车了，我开了个技能，可以的。那魔术师看见我了吧？现在至少看见我了。如果传送的话，是一个磁铁或者是佣兵，所以不传。还等我上去？还等不等呢？还等我？然后这边逼他交个鸟，够意思。佣兵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还是让他跑了，反正我也交了。骚扰了一下，他们少一个休息位呀、三层。估计两个人一起来救。Nice，还飞了。然后他刚过桥，在摸佣兵。那个误认，这个黑妹不好抓的。又是感觉又是一把小枪。
谁都没打着，哎呦，有点伤。 起来了，这黑妹是飞了。那刚才出了箱子。 地下室有箱子，然后这个地方有箱子。你看地下室。 哎，嗯，身体不是特别好啊。 这是怎么在门口吗？手机啊？嗯？好像卡了，这个人，好像掉了，这个人掉线了。 哦，他又回来了。这鸟叫的好。
Fuck! <笑>哎，这个板子怎么卡我？ 前提得了保这个人。 哎，我急了，我去！ 带怀表啊，好真实啊！ 打出去吗？盖了一板子头了，老地方。 滑得动板子吗？嗯。
嘟嘟。没插个眼，守一下电机。有没有会要救的？然后这边再插一个眼。好像是卖了。哎，我想用围墙打他一下的，我弹了。插个眼。给他插个眼。这边有眼，还好。看能不能赶一个木板球。